Hello， 晨晨，你应该说 Hello 妈妈。Hello 妈妈，今天妈妈给你做饭好不好？你想吃啥？想吃蛋糕。想吃蛋糕，好，我来切一个蛋糕吧。切开，再来切一块，好，切好一块了，先给晨晨吧。等一下，还有个盘子呢。啊，尝尝好吃吧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好吃啊！还想吃啥？妈妈，这里真好吃啊！妈妈，妈妈做的真好吃啊！那你要不要喝水？妈妈给你倒一点水。好，把蛋糕给我吧，我来给晨晨倒点水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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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也倒一杯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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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好，给晨晨一杯，妈妈一杯，来干杯，干杯。我喝了。你喝完了，我再给你倒来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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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，干。